大陆乳猪都假，港人唔知食咗嚟定鼠想呕。乳猪有几好食唔使多讲啦，所以结婚喜宴点可以冇乳猪团体呢？但如果食食下乳猪，发现原来自己食紧嘅唔系乳猪，系其他奇珍异兽，咁点算啊？近排有位网友话自己翻大陆饮喜酒，食到一只乳猪嘅时候，发现呢只乳猪非常唔对路，仲怀疑自己食嘅根本唔系乳猪，而系其他珍禽异兽。从网友po嘅相嚟睇，呢只嘢其实好似乳猪，但系大家由尾巴度睇睇，呢只嘢条尾。点解系咁嘅？咁似鼠尾嘅，再睇下个头，点解冇猪鼻嘅？睇埋个嘴，啲牙完全唔似猪嘅，反而似鼠牙多啲。个鼻附近又点解咁多毛孔噶？最后睇埋只脚，系冇猪有嘅猪蹄噶。好多网友睇完流猪嘅相，大部分人都系话唔系猪嚟，有人话系狗。有人话是老鼠，但最似的就是当年引发沙士的果子狸啦。大家看看个头型是几咁似啊？唔通真系果子狸而唔系猪？各位想强国食嘢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啦，要 100% 肯定是乜先好吃啊！好彩啊，有粒栗子食啊！斋嚟啊！咩栗子啊？牛眼嚟嘅呢一只，咬爆嘅！Facebook 一号 check on， 快啲 hello 啦！